拥有一个神似范爷本尊的漂亮脸蛋，特别是经过化妆之后，与范冰冰简直就像双胞胎姐妹一样。她的个人照片在网络流传，因为形象酷似范冰冰，很快被星探发掘，成为广告演员，拍摄过多部热播广告。请扶好下巴，我酒剑系列又有新番，长脸娜扎竟然神似圆脸赵丽颖了，难道说堂主夫人都得要是一个样子吧？假装我已经吃进去了，初恋的感觉，辣，你是已经辣到大舌头了，是吧？ Oh no！ 谢谢，我表演完了。一个 ins 都有百万粉丝的韩国美妆博主，对比一下泰勒本尊，足以以假乱真了吧？他是想变就变，而且分分钟就能变。不信你看这两张谁是泫雅，你分得清吗？变成 QQ 的 Arena Grande 也是轻轻松松，是不是脸盲症又不好了？神还原的酷炫黑寡妇，直接让人想献上膝盖。变成千颂伊更是轻而易举。看到这张，《冰雪奇缘》要拍真人版，直接找他就好了吧。Never mind, I will find someone like you. I wish nothing but the best for you too. Don't forget me, I pay. I remember you say. 像李冰冰，好漂亮。哎，是有点像，特别像，漂亮，看你大眼睛，哎呦，笑了。大家好，各位评委好，我叫吴培，来自广东惠州。口红戴在桌角，而你我找不到。若角色对调，你说好不好？说了再见，才发现再也见不到。我不能就这样忍着痛泪不掉。说好陪我到老。近日又有网友爆出，在 Instagram 上有个泰国妹子长相酷似鹿晗，哎妈！这要是不仔细瞅啊，还以为是出自哪位粉丝之手的神 P 图呢。照片曝光后，网友都开玩笑说他们可能是失散多年的兄妹，鹿晗变身女儿身之后依旧是那么的可爱呀。